不到。这个小菜呢，是我特地请他来的。好、哦，他在这类小菜哈，看起来笑脸笑脸的哈。不到。小菜。小菜，你都小菜。他是国际级的那个叫什么师傅？指压的，他是专门在教老师的那个教授，会教的野兽。对老师的老师，你老师较好嘞，就是这种的啦。哈哈，哎呀，功夫真正就好诶，他是当讲师，他是专门在教那个推拿的讲师，他是在教讲师级。我有没有跟你认识？